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你可以不要让他左右晃，把他走一阵这样子，嘿。这电线是不是要带过去啊？对啊，我可以拉走吗？把那个木板拉掉吗？我可以把它拉掉吗？不行，电线要带过去。可是这边没有插电线的地方啊，上面吧。是不是要上面啊？是要爬上去，能上去。那我先过去啊，等一下。好，我先开门吧。先把门。先把门。拿电梯。哎，那是按钮还是？上面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那是按钮。可以先拿电梯吗？那个电梯是下来把你压扁哦。哦哦，不是，那个声音，你看，你看按钮在上面。放在上面。有木板挡在那边。他进里面去搭电梯啊。你去看，有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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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有在搭电梯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我一直点是不是？有人卡电梯，等一下，卡住了啊！开门喽！你们直接过来了。电梯上，电梯上。我也要上。电梯上去。电梯太无感了吧？等一下，太重了，是太重了，重了是不是、啊？超重了，没有啦，只是因为我没点啦，我要先开门。不是，它真的有在动，只是超慢了。哦。那个木板。啊！哎，门开了。哦。啊，这里要干嘛？这个右边要带上去，等一下。你要把电线带到电梯上吧。哦。啊关门了。你怎么把门关了？哇，我没有手可以开门。我也没有手。你不要再把东西拿了。你不要再把东西拿了。哇塞！他的妈妈看起来，他的妈妈看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干嘛？这边怎么会有人啊？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电梯向上，下去，不要吐我脸，你在干什么？吐我脸，哎，我帮你过完了，你在干什么？下去，不要吐我脸，等一下，这个上面没有人帮我接电线，我上不去啊。哎，我要筑一道墙，不让你过来。怎么会在那边？看着你发寒，这好远哦，好远哦，没记录点呢。真的假的？哎呦！哦，所以，你把我带回去干嘛？好好玩哦！不要玩我！所以电线送上去了吗？还没有，还没，在底下。哇！我不能回头，哎呀！你们转一圈哦！电线，太高了！哇，太高了！等一下，哇！哎，我上来了，过来了，电线！哦，电线，来，电线，哎呀！你在干嘛？电线，你不要玩门呐！电线，哎呦，我过来！好了，电线。线拿住了，你就在下去的电线也要拿下，哎、欸，走下来了啦，那这卡住了，太重太重了啦，上不去太重了啦，有啦，他有在动啦，紧急开销，哇，我尴尬，哎，米哈，你刚是不是想拉地？我卡住了。我才刚来，跳，有人要带着电线，有人帮忙把电线送上来，很难欸，这有点难欸，抬上来，我挡台，你把它往上抬，啊，哎呀，完了，按到按钮了，好，再按一次，欸，电线要带这么远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不太可能欸，不然这电线要干嘛？装饰品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们要带电线跳那些灰灰的地方，我觉得不可能，那很远呢、欸。那边对啊，那边超难呢、欸，这边超远呢、欸。我觉得不太可能呢、欸。那电线是要干嘛的？那左边那个黄色在干嘛的？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。啊！我抓错人了，啊！掉下来了。不是假的，假的，好想你。终于我也暂时装了 W， 拉电线上去，拉上去，哇！你们是不是电线掉下来了啦？电线掉下来了啦！我知道从哪里下来喽，下来了啦！
怎么按的？我看到小雨在玩了。这上面极限体能王哎、欸！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这里要怎么走啊？哇，你也太屌了吧！你再往下面有一个跳下来，然后你要抓这个绕过来一整圈。绕一整圈？对啊。绕到你旁边那个平台吗？绕到我后面，我后面还有一个平台。也太难了吧！超难的。嘿咻！这电梯限重太低了啦，应该是设计的问题。哇！你要重来了是不是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活得好好的，我活得好好的。这样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要讲一件事哦，电线在我手上，我要掉下去喽。所以谁先去接电线好了？这里没接电线。哇！哎，电线滑下去！这里在爬山呢、欸。哎咻！哦，抓到了！我刚刚断掉哎。过去以后，确定有电线在带它、哦。我也觉得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嗨，鸡。等下你们那个已经崩坏了，超重了，超重了，你们那个已经要断掉了，你知道吗？超重了，放弃，超重了。你过去，你过去，要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你挡在那里，我过不去啊！我的手，右边好刺激。我的手，我掉下去了。No, 你们到底在干嘛？电线没办法跳啊，有点难哎、欸。这个好像电线怎么还是电线只是放弃、啊？放开，放开我！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！我、哦、放开你了。No！、哦、等一下，换我上去哦，让我荡上去哦。笑。哎，我右手举不起来，不行，电线拉不起来。可是我一直跳到后面，没看到放电线的。哎呀！我要把电线丢掉，气死我！哎、欸，你太前面的吧？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好，全部重来。看到我非常紧张的慢慢向前，有小踱步，小踱步。哎、欸，它电线确实会重生哎、欸。嗯。那电线的那颗球怎么剩一颗啊？等下烤鸡在干嘛？烤鸡。我在想办法上去。哎、欸，我放错手了，放错手了，可恶！哎呦。不去。哦，就觉得我今天玩这游戏的运动量够了。真的，感觉好像一直跟他一起在运动一样。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荡好啊？哎咻！觉得我没有荡好，我要再一次。哦呦，飞出去了！我在仰卧起坐，我在伏地挺身。左手，喂、啊！要冲好前面啊！哇！左手够不到。那个灯会荡回来吗？哎。会吧，住了，他不动了、欸，哎，丢回去一下，要等烤鸡先上去，然后丢回去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要绕去最上面，然后把它绕回去。烤鸡你压力很大哦，烤鸡压力超大的，这个你下来就有卡关的压力哦。烤鸡在努力，等一下，哎小，还有关道门，左开，电梯不等人哦！有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呦，烤鸡上！人类的烤鸡上不去，都在你手上了。烤鸡上不去，希望在你手上了。等一下，烤鸡在努力。哎呦，等一下，这个位置不行。我再从我胯下看我的烤鸡，看烤鸡。看你的，我刚刚听什么？我的烤鸡什么？讲错了。我这角度就只能从胯下看烤鸡那边荡啊荡的。烤鸡够不到那个点，不对，不是这里。烤鸡加油！烤鸡是不是越荡越下来了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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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只手已经勾到上面的板子了，很小。烤鸡现在在哪？烤鸡还在下面荡，还在努力，还在荡，他还没上去。哎，上得去吗？哦，你们看到啊？你们要在这边看才看得到，要下来。这样看不到、嗯。你有看到下面有白白的东西在荡来荡去？烤鸡的脚，烤鸡真上不去啊！等一下，哎呦！烤鸡，我跟你讲，后面很多人在排队哦。对啊，大家排队哦。
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。没事，烤鸡慢慢来。没有没有烤鸡压力，没有。我在努力，只是一直在旁边看着你而已。其实所有人都在看着你。哦，我上来了，真要下去了。喊你下去了，你是不是骗人？我上，可我的手扭不回来啊！手扭不回来啊！不要，我上去了！啊！噔，噔卡住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直接从上面吗？应该可以吧？我到上面可以吧？特别。对啊。靠你了，全人类的，人类这边靠你了。靠近，不错，靠近你。烤鸡在爬呢，烤鸡在爬，感受到了，感受到了。你怎么用肩膀撞啊？对啊，你的屁股好拽哦。卡到了，你是不是？感谢续订。卡到了，鸡翅卡到了，鸡翅很卡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来救全世界了，耶！把它推回来，把它推回来。哦。哎呦，我来怎么这么多人？哦，那边怎么这么多人啦、啊？怎么回事、啊？那其实女院你可以控制，不要登那个、哎、啊，就下去了、欸。对啊，我可以抓上面的杆子吧？对啊，你就控制它，让它一直都定在那边啊之类的，让它不要太那个。对，可是你们它那个幅度蛮大的，我怕我自己会被甩下去。哦，也是啦。嗯，不然你就等绕过去那边的时候，你再看要不要。我再把它抓住。对，我过去。那哦，下的电梯在那边啊。对，抓住了，它有一个按钮，所以我抓住了，抓住了。可是这个角度，你荡了过去吗？有点尴尬，等一下哦，可能要再稍微用一点力。那我先放开，你可以自己先放开自己晃过去。对啊，不然我自己晃好了。好，卡住我，再来调整。嗯。好恐怖，回来了。没事，你可以再晃过去。怎么爬的好像我自己在爬，真的很难爬、啊，很累、欸。我上来了，嘿嘿，这有点晃啊。这是极限体能王哎、欸。对啊。喂，虚拟死。团长，你要不要先去荡啊？荡上面的。哇，这个也太麻烦了吧！好了，下一位。好，我把小雨刚，你刚不是有上去吗？等一下，好猛哦。还有他其实两个连续跳过去就好了。抓到我了。你等一下。哦，那个没有看起来那么可怕。等一下哦，我下一点。有抓到人了。哎呦！你就晃大一点，然后好了吗？他叫了吗、？OK。要我。好，把推回去。去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其实还行、还行。这个还好，他只是看起来很恐怖。哦、有。对。等一下。哦、小鹿。小鹿乱撞。小鹿乱撞了。哎呦！哦等一下啦，我一只手跑到背后去了。看看团团的春季风光。哎呦！小雨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应该可以放前面，把前面那个先放掉了。哇！你不要开心好不好？你太开心了、哦，开心了、哦。怎样？你又骑在谁头上是不是？你不要当健身房那种人，大汉的不好你好厉害呀、哦！这戏怎么好笑啊？笑出超痛。对啊，下一个人有人要继续来这里吗？我把他推回去。啊，我已经放弃在观看。繁星还没来啊，还有繁星。哇，这太难了吧？没关系啊，你们下一关啊。啊，我没有到，我要重来了。我决定我要在这里控制这根杆子啊。哦，我决定在这里看热闹就好。我觉得档有点高。后面那个一跳真的是很麻烦。对啊，后面那个超难。哎呦！中间还有个半空中的杆子、啊，我屁股，它太高了啦。他自己要卡住了吗？不要卡住了吗？要卡住了吗？等一下，这个等一下我下面会撞到那根。哦我觉得这个有成功，这个不太能够助跑。
哇，小雨就是哇，这个门也太难开了吧！我刚刚到底怎么开的、啊？哎呀，有有勾当！哦呦喂！哎呦，哦，好神奇耶！跳了，跳了！那个超难跳的，折我自己玩看看，我这里都没玩到，我自己玩看看。Okay. 哎呦！哇，里面居然我刚刚就是卡在这边没抓到。对啊，我刚刚有一次也是在那边没有。嗯啊，完了，完了。